这一箱是我今天刚收到的 New Skin 的订的货，全部都到了，我们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。我订的这一组是575块美金的东西，再另外订了一个胶，还有一个身体的波浪导头。那这个呢，应该是他们很有名的水磁面膜。OK， 那这个是这就是它的机器，看起来包装精美，也没有非常的大，但也不是很小啦。OK， 然后这是他们的大蓝胶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想就是波浪导头。然后同时呢，还有附上他们的洗面乳，还有他们的这个是眼霜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应该就是最有名的蓝珍珠胶囊，还有一盒呢，就是他们现在非常夯的洗脸机。